性穿 Prada 西装帅到怕被男人打。对。影星观影，老爸是日盛金控荣誉董事长陈国和，但他不想当个优雅千金，穿上 Prada 男生西装凸显帅气。观影曾说过，身体里住着男孩子的灵魂，也喜欢买男生用品。我会买男生的手表，大手表，男生的西装外套，大大的，然后配短裤，然后大衬衫，然后我自己有穿过男生的鞋子。出门呢，我真的穿出什么？现在还是所谓的钻石王老五，这是肌肉男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个性还蛮像男生的。我觉得你现在有，你看我这马背的。请问这位帅哥是谁啊？什么叫做帅哥？因为我怕这样子会被别的男人打。穿上西装时身手非常熟练，千金竟然会打领带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爸超会打领带，而且我爸也会那种各种的，我跟他学一次我就很开心。不过女生穿男生西装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会建议女生如果穿中性服装的时候要缩胸。她随即不顾形象摆起男人 pose。流中新闻台北报道。